这些事情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不。师兄，你拜托我打听的事儿，我都打听好了。新教授现在在很多高中里面做讲座，应该都是为了咱们雕塑系，所以你们不要着急，咱们好好配合他们就好了。谢谢助教。助什么教啊？金生，你一定要稳住你们班的军心，保住雕塑系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让我挺意外的。 就是你居然回去找了黄子昂，没联系上你，只能找他。师兄人挺不错。是，其实上次那个事儿他一直都挺后悔的，不过他可能觉得自己是师兄，拉不下脸给你们师弟道歉，理解一下他。 虽然我头发是卷的，但我人特别直。离我男朋友远一点，师哥。 跟踪我吗？不了。还怀疑我吗？不了。这倒错了。嗯。你果然很在乎我。才没有呢！我那是被高尚的道德观冲昏了头脑。我的世界可不允许这么垃圾的三观。我这叫替天行道。 林学长，他不记仇吧？学长连饭都没吃，去理发店剪头发了。你先回教室，我接个电话。